你是在灭火的时候被火弄到吗？ 目前三名烧烫伤的病患，那三名伤势都蛮严重的，有一位是目前评估是36%的烧烫伤，一个是28%，一个是8%，那基本上他们都有影响到呼吸道，呼吸道都有烧烫伤的情况，所以来的时候马上就帮他们插管，那现在都会进入江滨。